老板，怎么又是你呢？有生意做还不高兴啊？这次买点什么？咱们后面说。行呗。本来三天做出来的东西，我这三钟头就交活了，这你得加钱。怎么样啊，我哥怎么样？你去哪儿？我让你在这看着我爸，你干嘛去了？你疯了你！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你还敢打我？我爸钱呢？那是我爸辛辛苦苦攒了半辈子的钱，你把那个钱都偷了，你有良心吗？钱你放在哪儿了？是花了还是怎么着？还剩多少锅？你快点快点拿出来！什么呀？就拿出来！怎么叫偷？你怎么说的那么难听啊？我可告诉你啊，那钱你爸知道是他给我用的。再说现在你突然间让我给你拿出来，我上哪儿给你拿？不可能！你别张嘴就来，我爸不可能把那个钱给你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刚才医生已经说了，他现在要救命。你快点，你快点把钱给我！你不给我，我去哪儿？我去哪儿拿这个钱吗？你说你怎么不去找欧阳啊你？啊，现在你已经不是他未婚妻了是吧？他都已经宣布了啊，对外宣布你们俩没关系了是不是？你瞧瞧你混的，你怎么这么笨？哎，站住！话没跟你说完呢。告诉你啊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可别打你爸房子的主意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家的事情和你没有一点点关系，你听清楚了没？哼，好啊，你说的啊，以后你办什么事儿你别来找我。行，跟我没关系，但是。这房子可是跟我有关系，自己看清楚，白纸黑字，爸写的很明白，这房子他给我了。不可能，我爸不可能把房子给你。什么不可能？不给我给谁啊？跟你这个没有关系捡回来的黄毛小丫头啊？对不起，姑，就算这个房子我爸给你了，你能不能把这个房子卖了？只要给我爸救命啊，姑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爸对你挺好的，姑。你是不是傻呀你？啊，你求我，你求我有用吗？姑，你干什么呀你？你给我起来！姑，你这装疯卖傻的你！姑，你给我起来！姑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把这房子卖了，救我爸的命？我求你了，姑，我求你了，先必须要做手术，看来我做手术也真的救不了了。闭嘴，要不然我怎么说你傻啊？卖了房子，做了手术还是救不了他，我们怎么办？房子也没有了，钱也没有了，他还是死了，我们怎么办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？我跟他都姓林，我们俩流着一样的血，我是他亲妹妹，懂不懂？姑，我求你了，你别走，咱们试一下吧，姑。给我起开！姑，你别走。